你球场我给你泡好啊哦，你出来进来啉哦。多谢阿姨。这个皮包啊，是你买的哦？是啊，新买的吗？啊，对啊，这有什么问题？无啦，捌看过啦。哎，叫你紧啉，我出来啊。哎，多谢阿姨啊。少峰，我问你哦，啊，你最近甲嘉玲这么好？你跟我刚刚有什么所在怪怪？怪怪，嘉玲都有怪怪。我是想讲，你跟我感觉伊较早的嘉玲有啥物无共？你是讲嘉玲重新接受我？阿姨，迄是因为我的付出伊有感受到，所以伊唔只愿意重新回来我的身边。我唔是讲这個啦。我是讲，像之前子琪确诊的时阵，伊敢若拢唔知影，还佫有最近厝内底物件放倒位，伊敢若嘛常常袂记哩，你敢袂感觉怪怪？我想迄可能是伊之前有离开厝一段时间，所以难免有一寡代志也放袂记啦。少峰，我知影你之前感觉绝对不起嘉玲的，所以想要弥补伊。啊，不过万一即马厝内底这个人，不是嘉玲。阿姨，你莫讲生笑好无啦？我唔在讲生笑，你敢袂记哩？之前对付咱叶家迄个千面女郎集团，伊有一个手下生错甲嘉玲足成。这个代志我知影，啊，不过你也是讲嘉玲啊，真正是假的，我无可能拢无感觉啊。敢会是因为恁最近行较晏，所以电脑看袂清楚？你嘛袂当因为讲你感觉嘉玲怪怪，你就认为嘉玲是假的。我安尼想，当然有我的理由。你敢袂记你嘉玲较早足惊蛇的？这我知啊，只要是甲蛇有关系的物件，都是拢是橡皮，拢有足惊的。是啊，你知影无？我拄啊捧球袋去房间的时阵。我喊伊桌顶有买一个皮包啊，迄皮包顶挂图是一尾蛇呢，真有可能啊？对啊，我毋才怀疑讲伊毋是真正的嘉玲。我猜讲嘉玲以前真惊蛇，啊，不过敢会是经过这段时间，嘉玲改变真多，伊也面嘛变了较坚强，反正无得个是安尼，伊就。可不可以这样做？咱人是会变无唔对，啊，不过这款代志敢会变到安尼？万一唔是真正的嘉玲，咱无见个抓出来，安尼对阿业界伤害会真大呢。所以我想讲，这款代志咱还是较细腻较好。阿姨，那安尼你意思是？我咧想讲，我要甲伊带去做身体检查，证明讲伊是咪真个嘉玲。等一下麻烦你好好配合接受病的检查。我是安怎配合的？因为拄仔 look 你真正昏去的时阵，有替你做一支毒针。嗯，那是无解药，那呢，你的性命会伫点半钟了后，拜拜啊！拢处理好啊！伊愿意乖乖听话。你若是想要活命，就乖乖听话，代替张家燕去做健康检查，听到无？你还是唔肯乖乖听话，无唔对。你当作用死搞威胁都有好事无？我甲你讲，我唔惊。就算今仔日爱用我的命来换，我嘛要让叶少峰知影你是假的。你的目的就是要伤害叶家。梁总，
即马呢，伊去做检查，绝对会不康。这毋是你应该处理好的代志。伊的脾气甲你同款呢，摊就石头遮尔硬。哦，我是无法度。你有材料哦？来啊，你来啊。真正有够无路用。对，你看到啊，我会听你的话啊。你莫当作我无材料对付你。你去见见的时阵，若是敢伫咧叶少峰的面头前讲到我的代志，唔拿你的死，我会把这间病院拢炸掉。到时阵有足侪人会陪你做伙死。你是起笑哦？你敢阁是人？我唔相信你会做出这款的代志。好啊，你才看我敢，还是唔敢？阿姨，少峰，啊，你先下足了，等下再抽回。嘉玲，我有话要跟你讲。少峰，其实今日叫伊来抽回做检查，不是为了咱结婚的代志。有一个犯罪集团的常进人千面女郎，有一个下骹手人，听讲是跟你生作一模一样。我知。你知？你袂记得哦，是去基地进修，我甲伊有交过手，还佫去警察局。伊确实是一个足奸巧、足恶毒的人。恁的提防是对的，我无希望有人计算是我做出伤害人家的代志。嘉玲，我毋是超工要辱骂你的，按故意的业家，我较细腻的。阿姨，你无毋对。你确实还较细意的。今仔日我是张嘉玲，明仔载嘛真有可能是假的张嘉玲。想不到你认同我的想法。阿姨，我来跟你讲，伊是真正的嘉玲啊，安尼无，伊哪会这样为咱业家啦？是讲你哪会安尼讲？你是不是有发生啥物代志？是想要讲啥？无啦，我拄则是想要讲，之前即摆无伫个啊，咱每一个人拢爱搁较细个。来啦，无你先写出来吼。去外做了。啊！阿姨，阿婶，你干嘛要紧？啊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阿姨，
原来恁在遮哦，我找恁找到这条去未？什么代志？这条去？拄仔少强打电话给我，讲哦，第一宜兰有二哥的消息啦。真是的。少强人呢？少强今麦人已经过去啊，啊是讲恁是不是嘛要赶紧追过去啊？当然啦，我随过去。大哥，无你陪阿姨过去啦，我伫遮顾家人就好啊。好啊，无这麻烦你啊。你是安怎要安尼一步不过？一直甲遐个人拢白为干啊！妈，你一定要救我！你是要你一世人是啊？林大姐，我你看，对我跟阮大姐做些遮尔啊可恶的代志，这个方法唔知咱哪个？你替我找一个较厉害的律师，替我打官司，我绝对无去让人去关啊！警察哪会知我行动？你竟然来对待我！是我报警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至拜五，暗时8点，一家团圆，佳节生意。